二人将会在7月21日举行3场个人演唱会，今日下午他现身记者会，获得大批粉丝支持。今次他就身兼演唱会的音乐监制。是啊，是很忙的，但是很值得咯，觉得即是因为自己心目中最贴近自己想象的那样东西就可以再透过音乐呈现多一点，因为其实今次自己整个演唱会 都颇多 input， 有很多想法想做出来，咁所以覺得自己參與多啲係會再好啲嘅，係，亦都同大家 connect 多啲咯。係你自己舉手想做嘅？係啊，自己舉手，所有嘢，所有嘢都係係公開爭取，公開爭取。舊年佢曾經話過，希望可以喺開 show 之前出到實體嘅專輯。我希望可以啦，但係而家睇就睇嘅個應該就未必會有啊。係啊，而家唔公開爭取，同埋因為自己今年嘅歌其實都做得好，咁但係都公司比較多歌要出嘅，即係其他隊友啊或者 Mira 嘅團歌，咁所以都要跟翻嗰個 schedule， 跟翻嗰個檔期咁樣出咯。咁其實我自己都想，當然想 concert 之前出多幾隻新歌咁樣，等自己嘅歌單再豐富啲啦。咁但係都要夾翻公司個 schedule 同埋佢哋嘅安排咯。